这待会现在魔纹没上去，上去就没问题。已经打的已经可以了，刚开始的够已经蛮长的了。那这模具开服多少钱？一万多块钱。带你回来拿，打算带自己用。老板娘也在说嘛，让他们再做，我们自己打，自己那打黑的嘛。嗯，黑用的。是啊，嗯。买的老贵了，这炸弹。一年多一两万。这个是不是人家那老外我最怕扎手的？这可以做手铐用啊。以前我们打球都那个开着那个开着那边那个太极手柄，马上调到90，马上感觉声音感觉很爽了，自己。哦，90就是90，速度快了，马上到上面了啊，可以的。稍微再试几模就好了，没问题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已经到顶了。你这个模具不拆，我们打一点吧。打个皮料的。料没了。料没了就买一包嘛。买一包好了，明天我叫老吴去买一包。去买一包黑的。没时间。这否则打一点出来自己用就可以。这个已经 OK 了，其实这个机器跑热了啊，机器跑顺了已经。这模具的锅还冰凉的。嗯，东西已经 OK 了，东西可以了，干净了，差不多了。这种小飞鞭可以忽略不计的，没问题。你们做的算好的，这个真的不错。是吧，全自动打几模就可以了啊，我们去试验下去。还有一个这种小的要加，没关系，是因为胶掉的原因卡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模具产品太小，人家模具模纹压得很烫，可能压全自动。料够不够？这个模具有时候小最好不要压，万一压好了那算了，到时候客人自己去设是吧，可以的，这几个都可以，飞边也不是太明显。为什么每一副都是这里一个少一个孔？这个孔是因为卡在里面了。把它踢出来就好了，那个东西。这料还是浪费的多。当初那个啊，是吗？那反正它碎料机碎嘛，回收过去，一碎又可以用。碎料机碎一下就好了，这个好，方便。那这沙袋我自己买过了，4块钱一包，没几个。是啊。你拿根下来扎扎看，这个好不好用？再拉一个，好，再拉一个。可以了，好，可以。哇，你这么用力啊！这有一个断脚的。
这分辨越来越明显。没有，那个还没。什么力不够还没有，不是。现在是加压的，再待会压力可以再降低一点。这么大，你把压力再减低一点看。试试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现在是磨纹上去了，流动性加强了嘛。它因为有些有的油嘛，上面这种有油的地方，它容易去飞边。嗯，我们擦一下，说去。哎，再试试好了，你下来试试看。小一点了，40就小一点了，你这38可能。刚才39了吧，39这个，39了，看看。这个真够细的，太细了。刚才已经调到38了啊。这个感觉还有。其实没关系，还是多到头的了，那个压力小点，压力小点都没关系。38吧，37。哦，这调错的时候，没反应没那么快。他那个电脑反应没那么快。嗯。因为他说你这么调的项目，也不一定调。他就他对，他有个适应过程啊。适应过程，他稳定了，这机起码要开好几模才稳定。越来越小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就可以了啊，这个是飞边都差不多了，没了。客人再自己稍微调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好了，这几分我觉得是可以用完美来形容，不错的，嗯，到底是很有经验啊。你们做了多少年了？做了7-8年了。七八年的东西经验在里面，确实。其实我们实际调模式实际你们对这个机器使用也是非常熟悉的啊。是可以帮你怎么说这东西。我发现它跟我打的一样的，它这个机器跑顺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打不好。上次那个，上次是八号来的时候呢，打不好的。35都来了，35不行。好了，就38吧。也没漏。38 OK 的，好，停了吧。现在只有20的量，好，那没漏了。